摘錄咧，其實咧就係自己買一啲錄音啊，同埋混音嘅一啲器材翻嚟咧，就係喺屋企咧做一個製作音樂嘅一啲錄音工程咯，咁樣叫咯。咁其實普遍咧做 CD 啊或者做音樂咧，都會喺一啲專業嘅 studio 嗰度做噶嘛。咁但係礙於有啲人啊，真係租 studio 費用昂貴啊，或者係比較難抽時間去咧，咁其實就會買一啲器材翻嚟，咁可以自己做一啲音樂咯。咁當然啦，咁嗰啲器材就未必好似專業嘅 studio 咁話啲聲音好靚啊咁樣，但係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效果出嚟，自己都OK 咯，覺得係咯。咁432Hz咧，其實咧就係經過一啲而家嘅科學家證實咗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宇宙嘅一個震動嘅一個基本頻率嚟嘅。咁其實水啊或者大自然啊嘅聲音啊，各方面嘅聲音、樂器嘅聲音咧，其實都係432Hz出嚟嘅。咁其實如果進入咗人嘅身體啊，聽咗之後咧，其實係會有一種舒服啊、柔和啊，有啲治療嘅功效嘅。咁同而家嘅歌啦，佢哋大部分都係440Hz 嘅。咁440Hz 其實就係比432Hz 高咗8度音咯。咁聽落嚟其實你係唔會太覺得，但係其實如果你真真正正咁樣聽落去嘅，就係有少少尖，有少少刺耳嘅。咁我自己覺得聽432Hz 嘅音樂咧係比較舒服啲嘅，同埋其實如果聽多啲432Hz 咧，咁有一啲科學家咧亦都係研究咗係可以激發到人嘅一啲靈感啊、創作力嘅咁樣嘅。咁我希望大家聽咗呢啲歌嘅時候，亦都即係會激發到自己嘅小宇宙咯。